麦块狼人杀，其实它更像是谁是杀手版的狼人杀。我们今天有11个人一起来玩，耶！好多人，好多，绝对不是算错人数变11个人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它是谁是杀手版的狼人杀，所以人数这个都没关系，都没关系。对 ，OK。对，有一些第一次玩的，我其实也是第一次玩，对，少来。有些人有玩过，我是第一次啊。介绍，介绍，好吧？那明明要专心听。那就来，等你听这个。哎、欸，都有玩过桌游的狼人杀吗？没有，看过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没有。他这边装，我不会玩。他既闭嘴，他鲫鱼就最会了。他既吃西瓜，你在西瓜，所以都知道狼人杀怎么玩吧？一般的，对对，对，所以这游戏也是一样，它会分狼人阵营跟人类阵营。那狼人的阵营就是想办法把我们都干掉，然后他这游戏还有一个是蘑菇神的东西，我觉得那我们不用玩，因为我有私下测过，那个只要拿到中介珍珠一分钟内就可以上去了。好，对，所以蘑菇神都不用玩。对，然后人类也，所以就是狼人发就是要狼人方就是要杀光人，人类方就是要想办法把狼人给干掉，或者呢是收集合成出中介水晶。嗯 OK， 那因为我们人多，所以我觉得中介水晶的合成，我们第一场先试试看，就只有过三个晚上之后才可以合成。嗯，好，避免就是大家一开始直接聚在一起，然后搜一搜，马上合成，可能秒第一天早上就拜拜了。对，所以一定要过三个晚上，也就是第四天的白天才有办法，好吧？好，每天呢，我们都要去寻找箱子，它每天的早上箱子也都会重置，你就可以去获得各种的东西。有些东西可能甚至可以来杀狼人。OK， 那关键的呢就是职业。职业先说狼人，他像刚刚说的，他是谁是杀手版的狼人杀，也就是说狼人可以一直杀人，可是只有在晚上的时候。嗯，你晚上的时候他拿上武器就会自动的隐形。嗯，然后你要杀几个人都可以。嗯，然后呢各个职业分别是这样，猎人的话他还蛮 OP 的，他会可以传送任何一个玩家靠近你旁边，可是被传送的玩家绝对不会是狼人。哦，他甚至有一点就是预言家的感觉，就是你直接把他传过来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好人。好帅哦。那女巫呢则是每个晚上他都会获得到药水包，使用的话他就有三种药水，伤害药水、夜视药水跟标记。伤害药水就可以直接用来杀人。嗯，对，可是要小心，也可能会杀到自己。那我想说一下，他那个自动标记很 OP。对，自动标记会直接标记狼人。那我觉得就只能在晚上，所有人都看得到，不然的话白天的话好像会太 OP， 太明显了。对对，我们就是再加一些限制。对，那预言家，哎，最专业的最关键的预言家，他每天晚上会听到神谕，就是会告诉你说，哎，哪一个玩家他是什么职业。不过他是随机的，不是你自己点的，所以比较可惜。对，然后他还有一个主动技能，就是可以让伤害免疫。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蠢蛋，这个蠢蛋很好笑，你游戏进去的时候他就会告诉说你是预言家。你就是蠢蛋，会知道他自己是预言家，他晚上的时候他也会听到神谕，但是那神谕也是假的。假的。然后他会有一个主动技，但是他使用主动技呢会是一个缓速，就是负面效果的。所以蠢蛋只有当他使用他的那个伤害免疫结界，他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我是个白痴，原来我是蠢蛋。对，除了在此之前他都会以为自己是预言家。嗯，哦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职业叫做忍者。忍者他的武器是三叉戟，其实他我自己测试感觉他有点太强了，我们后面欢乐场合你再玩玩看。OK， 对，就一开始先不用，你不要一直偷动，我看一下。那村民呢就是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但是呢还是可以尽量的去寻宝去找到东西。好啊，那我们当然要有一些狼人杀的一些规则，就是你不能透露出一些资讯，就是场外因素。就比方说，哎，你说你是预言家，那你可以就是对话框上面写些什么东西，不能这样子。什么意思？懂意思吗？就是你因为狼人可能会假跳预言家，所以我们如果你是预言家，你不能用场外因素然后来去判断，
就不能说哎、欸，我对话框有什么什么什么，所以我一定是预言家、哦、或是直接秀出我手上的信物、哦、就是说证明我自己是预言、哦哦、所以有信物是不是对对对、啊、就是像刚刚说预言家会有那些道具，道具、啊、女巫也有道具，对、嗯、那女巫的话我觉得就是 你要秀出信物你就一定得使用，嗯，对，不然的话你就是、欸、直接秀出来就已经证明你自己一定是女巫，狼人就没有假跳的方式了，狼人杀有趣的就是狼人可以假跳身份，嗯、假跳是什么意思啊？假装、就是、假装是狼人可以说我自己是预言家，我侦测的是谁、嗯、跳出他的身份啦、啊、你没有办法证明我是不是真的，嗯，对啊，可能因为这游戏里面有那个道具，那你拿出道具的话就会破功了okay. 对，所以我们就限制不能拿道具，不能用其他场外因素，好不好？好、okay. okay. ，然后呢，白天死掉的话可以有遗言，嗯，对，就是你被杀死你可以说些什么，但你不能死后的事观察者看到狼人你再说，这不行，嗯对，但晚上死掉的话你就不能说话，干嘛？好不好？到白天的话你可以说你死了没，有哪些人死了，对，但是晚上被杀就不能多说话，好不好？试着用狼人杀的规则。好，你有什么问题说？请问遗言要用打字还是用讲的？用讲话，我们都可以讲话。讲话，就不能透露出一些直接性的东西。对，那、啊、死掉就可以聊天啊，就直接不要透露场上的一些因素。人一好复杂，不会啦。为什么忍者是零呢、啊？感觉观众场也关掉，我们没有观众场，这没有观众场，我们就先经典配置，好不好？十一人。狼人有三个，猎人一个，预言家一个，女巫一个，白痴蠢蛋一个，其他的村民。好想当忍者先不玩，忍者先不玩。好想当白痴哦。反正玩了就知道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来挑战度假村，大家一起来度假吧。可以跟河豚玩哎、欸，狼人当好玩哦，里面有各种东西，晚上可以跟河豚，白天跟河豚，晚上跟狼人，多开心。狼人是不知道彼此是不是？不会知道，狼人知道彼此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他会显示如果有三只狼哦，他会显示、那个。但是狼人会显示，就是假如你是狼人的话，你的血量条的上面会有说、哦、距离人多远哦、嗯，队友吗 ？OK。那如果狼人可以杀队友吗？可以杀狼人，对，可以杀狼人，狼人也可以杀队友，好可怕，他自己不会死掉、哦、跟谁是杀手不一样、哦、然后会不会狼人杀一杀就游戏结束了、欸、有可能很可能啊，很有可能队友杀光了，那就准备了，为什么哈基你要一直在那里啊？不要有人点的东西啊，好可爱啊，什么东西，拜拜，马上离开你在那里，就是我以为游戏开始在这嘛，不会、啊，不要进去了，我不要进去了。不然你躲在那边，反而让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那边。对啊，你不躲还没。都说看他自己的位置，我想说什么了。哎，好了，来度假村喽。好，就来死打斗。哦，一进去会有。当机了，还有音乐。哇，酷。好、啊，寻宝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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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哪边可以寻宝？寻宝是看到箱子的，你箱子都可以开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對啊可以开箱，可以开箱。哦，对，你也开。然后会有一个棒棒。为什么我刚刚受伤，我摔到啊？因为我拿棒棒打你啊。哦哟。哦。啊！明可以买东西、欸，棒棒很厉害哦。好、啊，买东西，他可以买东西。对啊，我都没有。可以买东西。不，嗯，啊，有一些东西也可以来换。酷炫、哦、度假村很特别，这度假村就这么小、哦、它有一些压力板可以有跳跃提升，吓死我了、嗯欸好好欸、卡住哦，没事，哎呦、啊啊、这个小的度假村哦，都没时间过得很快哦，一分半就可以打吗、嗯、可以打、啊、你要拿那个棒棒才可以打、啊哦、这里是界外、啊，我还以为是可以去的地方。界外，好恐怖哦！你们不要靠近人。而且真的有河豚呢、欸嗯，白痴哦、喔！去玩啊，找玩啊，去找玩啊！讲呢，讲不听呢、欸。找好玩啊，找好玩，找好玩。不要不要，河豚不痛啊！你拿到水桶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捞走了。你知道我现在拿到的东西叫什么吗？叫空气跟空气跟空气。好可怜哦！真的都没有东西了，很棒的、欸，有啊有啊，很难。对，可以看好一些箱子，因为等到下一个白天它就会重置了。哦，是哦，哎、嗯哦欸，晚上了，哎、欸，会大家都会先隐形一下，然后、嗯、
要小心狼人，然后预言家就会有一些神谕。好，好哦，好的。他怎么上去啊？不太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二一二二，怎么了？很团家干嘛？啊？要小心后面的人哦。他狼人的话，他会有一些东西。欸、对。我不太懂啊。等下，粉丝，你是从那边上去的吗？你们那边啊，爬藤蔓啊，我这里啊，爬藤蔓，对啊，我又爬了半天爬不上去，哎、欸，我爬了半天，你为什么想上来？你有可以哦，你为什么想上来？乖乖因为我不想游泳啊，你在想什么？我想踩陆地啊！有了，哎，粉丝，你看着了，我死就是杰克，有有，我在看，二零来了，哎呦，哪里有你看啊？对面吗？路面很可疑哦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。我躲你们，我觉得你们好可怕啊！谁等一下忽然间消失就很可疑了。他狼人只要一拿武器，他就会隐形。嗯啊，太可怕了吧！好可怕哦，二零零也在对面。你的可怕意思是你不小，你会不小心隐形是不是？你的那种好不小心哇！这么不小心的吗？太可怕了吧！我不小心太靠过了，这样子。怎么了？我要去拿对面箱子。怎么了？有人死了吗？你死了？有人死了？那个死人闭嘴！白天白天才可以说。哇！有人死了！我死了！我是附近有箱吗？女人死了！演员白了！女人死了！哎，杰克，你好像在演员附近，白天白天都隐形，白天都隐形。杰克，你手上我知道谁了。杰克，你手上拿棒棒哎，拿棒棒里面拿的，你们可以拿。看到了。哎、欸，好可怕、啊！我让他现形，我让他现形，你是女巫，那、啊、你怎么死了？是女巫，你白天死的，你喝药水。可是你刚好犹豫哦，因为他们说白天不能丢药水啊。啊，白天，白天为什么不能丢药水？白天可以丢药水、啊，白天可以啦，是是有那可以丢而已啦。是你们刚刚说什么？白天不要丢吗？是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是那个标记药水，标记不要用，对，是标记不要。哦、除了标记以外，其他都可以。哎 ，OK OK， 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在发光的是只有猎人、狼人吗？狼人发光的啊，狼人也有那个技能发光。那是狼人，是他本身不会发光。女巫也有标记的啊，对。嗯 ，OK， 快要晚上了哦。哦，对，快要晚上了。我看到有大家发光，只有一个人没发光啊。哦哦，如果一个的话，那就可以。哎，哎呦，哎，会是哪？是长臂怎么办？好可怕！要小心啊，晚上喽。发光，发光，自己演，自己演，自己演，发光，自己演。预言家已经看了两晚哦，然后还有一个是蠢蛋哦。啊，对，蠢蛋也是看了两晚哦。啊，怎么了？哎呀！哎呦！哇，好强！很多人都哎呦，看了就是哇，伤很大哎，真的。不是这个太强了吧？这个杀。粉团也是啊，我们只能白天白天在说生死，白天在说生死啊，这是什么玩沙法啊？狼人透视要小心。哎，哦哦，我觉得粉团的叫法有够恐怖的，粉团可以啊，大家。撑过白天，撑过白天，真是活人了，太凶了吧？这个，不要太快了吧？超快耶，超级快，一分半就会那个换一个天，就是三分钟会换一整天呐、啊，所以一分半就是白天晚上。哦，我被突然飞出来的鹦鹉吓到，哈气哦。哎、欸，对，好了。哇塞，有谁死了吗？可以说我死掉了，我死掉了。他 tab 掉了 ，tab 变观察者都是死掉的。哇西呀，哇西呀，我弄西呀。哈记是不是你？不是，我觉得是杰克，因为我刚刚看到全部都发光，只有杰克没发光啊。我觉得有可能不是哈记，因为如果是的话，应该是刚刚应该就砍我了吧？我觉得有蠢狼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是。我以为我是预言家，我不知道是不是。
第一天我是二点零四人，第二天是喵哈，所以就是杰克跟哈记。我不知道，那我可以测看看吗？测什么？测什么？测什么？我有厕所是不是？你可以去厕所啊。我是猎人，我可以传送人过来。你可以测啊。但是传过来就不一定，一定不是狼人。对，传过来一定是人。跟找到平地测啊？哎、欸，在哪里啊？啊，去没反应哎、欸。是晚上才能吗？晚上才能用吗？不确定。是假猎人，他假挑猎人。哦。用了没反应啊？等下游戏有 bug 是不是？游戏有 bug 是不是？对啊，用了没反应啊？假挑猎人。不是啊。你们根本全都狼人吧？假跳、哦，怎么可能没有反应？假跳，哎、欸，我没有按下去的，好痛啊！没有，他假跳猎人啊！哎呦，有没有东西？有没有东西？哎呦，什么东西可以用？哎呦，要小心，要小心！哎呦，他场上可以拿到那个武器，可以去砍人。杰克啦，杰克，等下，